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。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，刚才那股强气流就是地面余震引发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很难再将高度降下来了。还有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是，我们已经接近文兰县城的上空。北朗，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马上将情况向指挥部报告，我们原路返回，选择时机再回来；第二，你们现在就跳下去，生死由命，成败在天。飞狼，我的油箱储备充足，你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，不要轻率地下决定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等到风和日丽的时候再跳伞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觉得挺刺激的，可行。你们两个想好了再说话。来的时候不是想好了吗？来都来了，就这么回去了，霹雳火丢不起这人。跳吧，5500米高空跳伞，我们来个高跳低开，想想都刺激啊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好。猎鹰，请转告指挥部，我们准备跳下去。你们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我马上向指挥部报告。指挥部，这里是猎鹰。指挥部，这里是猎鹰。霹雳火空降救援队请求伞降，是否同意？请您指示。总指挥，恢复他们。同意。是。收到。明白。猎鹰，他们真的要跳啊？军中无戏言啊！我现在真佩服霹雳火。有点晚啊，韩航长，我大约4分钟之后打开舱门。明白。大叔，把孩子看好了，乡亲们，大家都别害怕啊，咱们这个地方啊比较空旷。即便是有些余震啊，问题也都不大，大家别乱动啊，就原地待命啊，把孩子都看看好啊。陈书记，这什么声音啊？不会是周边山体滑坡了吧？不像，如果是山体滑坡的话，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。声音好像是从天上发出来的，好像是飞机。别瞎说，这种天气怎么会有飞机呢？就是飞机，就是飞机嘛。哎呀，别看喽，即使真的是飞机，它也是路过的。飞狼，1分钟准备。明白。大家开始准备。是。是。Thank you.
开舱门。雷浪，我等着你们平安回来的消息，祝你们好运。天浪，我们会将生命和光荣献给霹雳火，无非死去，永不放弃。无非死去，永不放弃。无非死去，永不放弃。反兵，解放军！是解放军，是解放军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解放军来了！解放军来了！不行，距离太远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。小张，你赶紧带人到那边去，等到见老以后，把他们带过来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你跟我走，赶紧去。赶紧集合，副司官。黄牛，黄牛，没事吧？